사람이 가만히 있지 못한데 이 바람이랑 내가 지금 올리는데 我们就是因为人
那个都是专业的。那是学校的微笑车啊，都是微微笑的啊的屋顶。上一百多块钱就有。微笑的话，这样没关系啊，我有120多。像你只有弄一滴，不要太臭，没有喝酒，一定要看你清醒就对了。哇，这个醉味真的是厉害，我先去洗手。哎呀，我是高兴的东西。有一次我在南子那个下高速公路，我们大巴下去车，怎么那个比例？哇，那个老师哦，那个老师你知道吗？那个老师很紧张。哇，你一定要把那九人坐的呢。啊，那个我是高兴的，那你们呢？哎呀，十二个班的。只十二个班，今天十几个人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。啊？啊？所以比较想不了，那星期六都是120块。我说，所以我每天都有差不多。早上120块，下午120块。因为晚上的话，我就晚上120块啊，120块是哪个？都是一天的，是吗？对呀。你们要到上班了，你熬完了二十年终啊，以上来怎么办？啊，那上楼了，可能那时间再有比较好一点。你要找那个什么？我那外国人，哇，就不仅都会那个呢，唱一些那个行情，因为那歌词啊，这个要换呢。我为什么要找到啊？还是你们就是一找什么的新加坡的那个啊职业啊？傻逼死！对呀，反正你们不是话家里嘛，你们就是话都。因为那话都跟你们分享，我们都这个包上网了。我在卡拉 OK 里面在卡拉 OK。阿妹在伊斯兰，阿妹在巴西，巴西在卡拉 OK。你是巴西巴西的？那他说的可能是今天中午的事。啊，是哦，那我看了吗？阿姨什么？阿姨，他们在夜店聚会。点老板吗？点老板。秘籍出，好了，不没关系，别等我们。哎，你发问。